水晶的寓意及功效。天然水晶是有其独特的作用和功效的。天然水晶种类繁多，简单来说，依据不同色彩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类。黑色系水晶石的作用主要是辟邪化煞，吸收负面能量。红色系水晶石的作用主要是促进血液循环，美容养颜，增强爱情运势，带来吉运。绿色系水晶石的作用主要是主健康和招正财。黄色系水晶石的作用主要是对皮肤肠胃有益，招偏财运。紫色系水晶石的作用主要是增强灵性和智慧，守护爱情。